得了啊！现在马上要下雨了，天都黑了。暗成了这样啊！现在才是下午3点多，和天黑了一样。比6点钟都黑。是啊，现在刮起了大风，天气预报报的今天会下雷阵雨，现在还没有下起来，估计马上就要下了。只要不下雨，这天气就凉快哟。不过也是哈，今天好凉快呀。扛了一包豆腐过来。可以了，我看这个天气好像是吓人的，刚才还是乌云密布啊，天黑了一样，现在这个乌云又消散了，然后又没起风，看样子应该是吓人的，不会下雨。现在这些鸡都开始在吃了。现在这个鸡喂好了，然后去下面，把那两条狗喂一下，就差不多可以回家了。这个天气啊，估计早晚还是会下雨。现在又开始暗下来了，走喽。现在拌点米饭给他们吃，还有狗粮。这是中午剩下来的肉，这么多肉。挺香的，一股。肉汤的味道，搞一点。干杯！来，吃肉。我操，都是老鬼。开始。这个工作发勤呐，难怪不吃啊！一个爸的样子，疼不过，疼不过。现在要赶紧回家呀！这个天气估计要马上下雨了，又是乌云密布啊！